32岁的人了，一个男人，整天让我伺候。我听宝珍讲说，人民公园相亲大会现在搞得挺好的。是是，你就拿我照片去溜达溜达，别跟人说我是护士啊。毫无疑问，我缝合的伤口是全世界最小的。小有什么用啊？头发一长，全都一样。那万一他以后就是光头呢？哎，对了，我说怎么听说医院要封窗户？天气本来就这么闷，只有一下的病人怎么办？你信不信，早晚有一天得封到我们医生办公室去。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，想来就是不公平的。10楼以上和10楼以下能相提并论吗？10楼以上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送礼的人打破头，东西堆成山，鲜花当垃圾扔掉。10楼以下过道里塞满了全是人，窗户是肯定不会给你开的，能开也不开，这就是命。这个世界呀，本来就不存在公不公平。你可怜梅花鹿被狮子吃，你可怜得过来吗？梅花鹿本来就要被狮子吃的。什么时候梅花鹿可以吃狮子了，那才奇怪。拿自个儿当狮子了，我们都是梅花鹿，是吧梅花鹿？梅花鹿。小满，哎，刚才老大说啊，哎，复查一个 CT。 啊，行，一会儿我去弄。你母亲这个瘤啊，长在颅底，引起颅内高压。这个眼科呢，眼科怀疑视力下降不仅与肿瘤压迫视神经有关，还与这个视乳头血供受阻有关，因此安排你今天去做眼底荧光血管造影。这样，你先去下边排个队，等排到了再叫你母亲下去，省着等了，人多。哎，我是住院病人，我也要排队吗？是啊，我以为直接过去做就行了。是是是，您听我说啊，这已经就是医院安排好的了，要是你们自己去排门诊得半个月后了，您先上让您女儿下去排队，等排到了再叫您。那现在大概还要排多久啊？还要排2-3个小时吧。你是50号，来。哦，行吧妈，那我先去排队了，排到我来叫你啊。哎，今儿您轮空，我没记错吧？嗯，签个单给我吧，海鲜捞饭就可以了，不吃鱼翅，不环保。凭啥？就凭这个号啊，这可是走后门才拿的。我要他干嘛？您的 VIP 啊，在眼底荧光造影室门口排队。您要是想英雄救美呢，就拿这号去，马上就快到了。您要是想泡他呢？就陪他排队去，有钱呢，老实交吧。好好好好。
我家东星斑一条。真的？你吃完了把票给我，我给你报。好的。哎，给领导干一百件好事，不如跟他干一件坏事。哎，这么巧啊！霍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替我妈排队，说是要做造影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开的单子。是这样，我如果能查一下，看看你妈那个眼睛不好，是不是因为供血不足造成的，我就能让你妈视力恢复得更快一些。我还一直以为我妈是老花眼加重了呢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怎么做个造影这么多人呢？是啊，早知道这么多人排队，我就换双球鞋出来了，站得我累死了。是是。哎，霍医生，你一向那么神通广大，你有没有什么门路可以想想办法啊？哎呦，现在不行。最近在整顿一德一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号吗？别说我，就是主任也没特权。这样吧，我今天下午啊，正好手术轮空，我陪你排呗，正好跟你聊聊你妈的病情。好啊。霍医生，为什么我刚刚看排在这儿有很多得沙眼啊，然后感冒啊这种小病，都一定要凑个热闹跑到三甲医院来排队呢？现在这中国人啊，死都得死在三甲医院。这个中国人吃饭也这样，人越多的饭馆越啥人排队，那个越没人去的就越没人去。干什么？老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老婆，这孩子啊才五岁，马上就要失明了，我们是抢时间，麻烦你行个方便。我看他很好，又是哪一家领导的孩子要开后门了？我们不想就算了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群众都是排队呀，这孩子很危险啊，我们排了两天两夜了，大家听我说都很护了，我们排了两天两夜了，先来后到的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我们先来后到的都要排队的呀。大伙，大伙听我说，我们谁不是眼睛要瞎了？就是就是，我们今天要检查，在这等了几个礼拜。就是老婆，谁都不能排队。怎么了？这个小孩是神经炎，上周服了一周的激素以后，视力本来还有0.8，半个小时前说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检查视力只有指数了，扩瞳查眼底，怀疑视网膜动脉小分支阻塞，但无法明确，得做造影才行。如果能明确的话，马上做眼球前方穿刺，还有一线生机，所以赶着要马上检查，这很可怕的，多推一秒钟就离失明更进一步。你这样，你拿这号去5号啊，现在应该到了，但别从前面进去，带他从后边进去。看，这是谁的号啊？嗨，别管那么多，走。这孩子很危险，你们能等，可孩子等不了啊。都不能等，我也不能等。我们多大年纪啊？他年龄轻轻的，人人平等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行吗？您先看，您看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看。那也不行，我不看。我就看在这儿，让大家都看完了，我再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再看。好，好，好，老爷子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，这是我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真的，这是老爷子的。是啊。没事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妈这个病啊，其实我觉得。去看电影吗？我特别喜欢看电影。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们在家看 DVD 好吗？爸爸，我是说看电影，不是看电视。再说了，我觉得看电影和看电视是不一样的。就像你带我出来画画，或在家里对着那些图片画风景，也是不一样的。到时候我坐在那里画画，风吹着我的脸，小鸟在我头上唱歌，花在我眼前盛开，多美呀！可是呢，
图片它再美也是假的。爸爸教你一个词，你刚形容的这个叫身临其境。在这样的情景里，你的感受跟看书看图片是不一样的。嗯，身临其境，我喜欢这个词。我喜欢身临其境的看电影，我也喜欢身临其境的画画。越不让你干什么，你就越要干什么。这恐怕就是人的天性吧。你因为生病，需要待在更清洁的环境里，不能出门，所以你就更喜欢大自然，更想在人群里，对吧？嗯，我喜欢跟好多人在一起玩，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一起身临其境。词儿不是这么瞎用的。像不像？很不错啊，很像啊。那我看看你的。嗯。爸爸，你怎么画的是我呀？你在画风景，旁边的人在画你，因为你比风景还要美丽啊。爸爸，你真好，我都被你感动了，爱你。爸爸也爱你。爸爸，你当初是不是就是这样子骗的妈妈的呀？你是在取笑我呀？你在取笑我？没有，我才没有取笑你呢。这张画到时候放在你床头，爸爸把日期给你写上。好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来，灰灰陪你来这里啊，心里特别的感恩。你说这没病没灾的，那是多大的幸福啊！这些年，你和老刘把太多的心思都放在楠楠的身上了，小平。谢谢你啊，这些年来呢，多亏你的照顾。嗨，老吴找了你，真是天大的福气，量大福大，有心地善良。那是，可比找你强。昨天呢，我还指着我们家的家当跟他说呢，我说你啊，得亏找我做了老婆。你要是找文谷做老婆，这什么彩电呀，什么苹果电脑啊，什么世博音响啊，都得给你换成钱，养孩子去了。我说。当年我要是选老吴的话，哪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人家对你这么好，不就是念着你的手下留情吗？而且啊，我也知道你不可能回来的。不要老惦记着我们家男人，你使唤他出点力就算了，什么情啊爱啊，留给我好吗？你说，东北女人都像你这么豪放的吗？哎，我这叫单纯可爱。对了，你今天开老吴的车来，那丁丁去学琴怎么办？嗨，打车呗。再说了，他能送几次？肯定又让我妈去的。他人呢？他说呢，怎么着也要为楠楠做一点事情。为楠楠做什么事啊？听说楠楠的医疗保险可以理赔了，这不他说他要亲自去一趟呢。真的？真的。
娜娜，嗯，累了就告诉爸爸啊。我不累。爸爸，为什么只要到了秋天，枫叶就会变成红色的呢？因为冬天快来了，枫叶要储备能量啊，它变成红彤彤的多暖和啊。爸爸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背我吧。又耍赖皮啊，刚才还说不累呢，来背上。哎呀我们楠楠都变成大姑娘了，爸爸都背不动了。你得夸夸爸爸啊，夸夸爸爸，爸爸才有劲儿背你。人呢是需要鼓励的。行，那我就好好的夸夸你。刘晨曦，哎，你家闺女长得可真漂亮呀。你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呢？当然是夸你啦，笨爸爸。哎呀，你这么夸爸爸可不行啊，你还得奖励奖励我，给爸爸唱个歌吧。那你再让我坐个飞机，坐完飞机我就给你唱歌。好，翅膀呢？开始飞啦！左边，右边，飞啦！怎么这么半天才下来啊？不直接回家干嘛？请我吃饭？你帮我把这开回去，我不敢开。谁的车？我的。新买的？嗯，我星期天刚提的。你自己怎么不开啊？三年前拿的本，我今天早上开过来，哆哆嗦嗦的。那你不是烧包吗？你挣那点钱买这么贵车，这车加上油钱，加上保养钱，加上停车费，半个月工资都养不起。那怎么办啊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。套什么狼？郎君的狼。我一小护士，没钱没房子没车没本事，也没什么前途的，谁娶我呀？我相一百回亲都没用，我好歹得有一样拿得出手的。我跟我妈一琢磨，短期内能拿出手的就是一辆车了。你给我好好开，别给我蹭着了，否则我损失大了。你妈的主意？嗯。就是万一嫁不出去，以后登记问起事来，能说有房子有车是吧？想太多了。得嘞，送你回家。今儿我相亲去。干嘛？相亲。你相亲，我开车带你去。我说我是谁？我说我是你弟。你说你是我弟，人也要信呢。麻烦你在车里等我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出来。我主要担心到时候万一人点了杯红酒，我喝了点儿，喝高了，车就开不回来了。你看，相亲是不是被嫁出去？对吧？对，嫁出去你喝完红酒你还是回家呀？那是你。别开太快啊！那就这样，稍微快一点啊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好好好。小梅啊，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点。你买单还是 AA 制啊？这个话说的，男人哪有让女人买单的？你随便点。开玩笑的，我就要杯柠檬茶就好。就要杯柠檬茶？好的好的，喝柠檬茶好养颜的，我也喜欢喝的。柠檬茶。柠檬茶好
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你看看现在这个物价，烫不牢了。以前我到这里点柠檬茶，一大壶；第二次价钱没变，变成一小壶。看看今天，价钱涨了，变成一小杯了。完了，烫不牢了。所以说要抓紧结婚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这些单身的都活不下去了，钱包伤不起。确实。我半年前整我四环素牙漂白花了我7800块，结果两个月没到，你看颜色全回来了。嗯，你也四环素牙？太贵了，整不起，不当明星不整了，太贵了。我减肥10000块报了个高温瑜伽班，哎，也没时间上，哎，10000块钱都打水漂了，一斤肉也没下来。买辆车7七八八花了我10万，要再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没法过了。你有车子的啊？啊，刚买的。小梅，我们两个很配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有房。你买房啊？7元路，刚买的。不会吧？7元路啊？哎，那是在我们医院后面呀。哎，你们医院在什么地方？中间人没跟你说我云山医院的呀？云山医院？对啊。要死了！就在我们家后头了，走走过去2分钟。以后你不要开车了，油钱省了，环保了。怎么会这么巧呢？就是啊。那你房子多大呀？建筑面积是56.8平米，稍小了点。二手的？就是我爸妈买给我结婚用的。那4、5个人住在里面是小了一点。哪有四五个呢？我爸妈不跟我们住的。我告诉你啊。这个，婆婆跟媳妇住在一起，那是要打架的。我爸妈很拎得清的，他们不会这样子的，是吧？你在医院做什么工作的？反正我现在就是手术台，然后病房我都得去，然后讲得好听叫特殊巡护，他们管我叫特权阶级。其实呢，钱拿的一样多，但是呢，天天打义工。你这个，医院你这个，你做的那个什么特殊什么，是不是特别懂？就像你。问问你啊，你是在哪里毕业的？我呀，我就是芳华路上老的第二护校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芳华路啊？对。要死了！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绝配啊！芳华路上面有一个财经大学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呀。就在你们对门的，我在那里毕业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脸熟吧？我老是到你们学校去那个舞会去跳舞的，你应该看到过我的。我没有参加过我们学校的舞会，一次都没有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我看你这张脸是越看越熟，肯定碰到过你。但是我老去你们学校门口的小摊买吃的。哟塞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也经常站在那里买吃的，我们俩肯定碰到过的。哎，那边人特别多，而且晚上的时候特别热闹。有缘分，有缘分，冥冥之中我们两个其实早就碰到过了，你说是吧？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处女的。要死了，要死了。你也处女的？我不是处女啊，但是我比处女好啊，我是金牛座啊。你对星座有研究吧？这两个是绝配啊，金牛配处女，豺狼配虎豹，你听到过没有啊？就像贾宝玉跟林黛玉待在一起一样的。我以前从来不相信缘分的，我告诉你小梅啊，我今天碰到你以后，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缘分的存在的。哎，小梅啊，那个你看现在物价越来越贵了，我们赶紧把结婚的这个事情定下来，赶紧去订酒店，不然以后这个价钱越来越贵，订不起来。下个礼拜我呢，这个要不你到我家里去吧，跟我妈妈见一个面，好吧？你觉得好吧？好呀。好的啊。好呀。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好。好呀。我带你见个人，来。啊。哎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哥们儿。喂。哦。这有可能成为我的未婚夫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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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车技不太好，所以今天请他帮忙帮我开车，我怕我车开不回去。
是是是，哎呦，谢谢你照顾他，谢谢谢谢，好威猛啊！你长得也很帅，我们科医生都很帅。那走吧，我得点的东西还没拿上来呢。那行，那你先吃啊，那我先坐。哎，回头我请你吃饭，好。好好好，不是 AA 的，我请的。到时候打电话，你有他电话的，留个电话，到时候。好啊，走啊，先走了啊。再见。来，手机。哦，哎呦，老细心了你。再见啊，再见。你好，请慢用。好。他刚才说下次请不 AA 什么意思？那这顿呢？你没相过亲，你不知道。相亲你要问清楚是 AA 还是对方付的。我问他，我说 AA 还是你付，他说他买单。他给不给你买我不管，我这个呢？我买，我买。高兴。好帅啊！看得我眼晕。下次再见，矜持一些，没上来就一副花痴样。你背身哪里看见我花痴了？我听见你在浪笑。你知道我担心什么？他担心什么？我担心结婚以后得看牢一点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觉得迅速的不能再单着，要赶紧找一个人，一起共同抵抗工作压力、社会压力，还有抵抗孤单和寂寞。我不想再变了，就他了。你们俩刚见了一次，啊，还不够啊？你们连饭都没吃，啊，为什么要吃饭啊？他有房子吗？有啊。有车吗？没有。有婚史吗？肯定没有。有兄弟姐妹吗？有慢性病史吗？有家族病史吗？他走的时候还冲我挤了几下眼睛，他的性取向有没有？这些你都得了解。你最好是这样，你把他的所有资料汇总一下，交给你妈妈。你妈妈是个过来人，有经验。如果你妈妈说同意了，哎，我觉得那就差不多了。同意，太同意了。真的。恋爱啊，千万不能谈七八年再结婚。跟你说啊，只要有人介绍，人品不错，有正当职业，谈无知无畏啊，赶紧把婚结了。结完婚也可以谈恋爱，再谈个七八年，有悔的意思就不就扯平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开放啊？那我过来，能把他带来了。好啊。这个放上。什么呀？油油。什么油？我存的老油。你让我捧着？哎呀，大师说了，只要姻缘到的时候，就让我把这坛子交给你捧着，沿着我们家的客厅转，那么转呀转呀转，转几圈。大师跟你说的？是大师跟我说的呀。你早让我捧，姻缘早到了呀。好了，别评了，快快快，捧着啊。哟，这么沉啊？管用吗？管用。怎么转？哎，就这么转，越大越好啊。阿弥陀佛，这次保佑我女儿一定要嫁出去。还有半球。我看看十几年的油变成什么样。别，等到成了我会给你开的。给你爸爸说几句话来。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你自个儿知道。那回头这事儿真成了，算菩萨保佑的还是我爸保佑？别评了，快。我，你把那个放回去吧。那要说的啊。
我知道你在给我挑呢。我不着急，挑好了你通知我就行了。我妈挺不容易的，早点把她嫁出去，拜托。讲完了。啊，讲完了。啊啊，讲什么了？给我找个好的。哎，老美啊，这回你女儿肯定成了。哎走，你妈说你没？我妈同意了。啊？你妈这么恨你啊？想早点把你嫁出去。我妈说了，赶紧开婚，再不开婚这辈子开不了婚了。我妈还说，大不了先结了，然后再离。嫁吧，你妈都同意了，我还能说啥？她妈没同意。为啥？昨儿半夜收到她一信息，上面说。他妈不同意找一护士。嗯，你看，这种家庭嫁来干嘛？找一大夫。大夫有那么帅吗？1米88。他1米88吗？嗯。你把护士裙剪短为什么呀？为了显你腿长吗？如果真的嫁了一个1米88的，除了显得你短以外，没有任何好处。这是虚荣心在作怪。我开会去啊。怎么了你？一大早出门，一条路莫名其妙被改成单行线了，让我吃了罚单，大清早的让我不痛快。我待会儿跟科林人通知一下，今天如果有交警过来看病的话，全都转到我这儿来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说着痛快痛快。别胡来啊，报复社会的事儿我们可不能干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。此处有掌声。来来来，大家集合一下。嗯，根据今天老大早晨跟警察的摩擦，我在考虑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和谐？这和谐吧，就是平衡，是吧？如果这个社会能公平竞争，然后这个秩序也非常井井有条的，人家过得都这么舒坦，你说谁会去打破这个呀？你觉得呢？然后我也觉得，在这个社会问题上吧，我的所做的这一切东西都非常的符合社会和谐的。就是你呀，整天歪理邪说，一套一套的。舒坦，来，主任，喝口水。舒坦是建立在冤冤相报的基础上好呢，还是建立在以德报怨的基础上好啊？啊，
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对我们好，社会对我们好，进而我们去回馈社会，对吧？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如果我们大家都伸着手等着别人去施舍，谁来布施啊？如果我们每个人遇到危难的时候等待别人营救，谁来营救啊？何伟啊，我觉得要按您这么说呢，如果我的左脸被人打了一下，为了以德报怨，我就得把右脸伸出去再让人扇一巴掌，那不能够啊。这样主任，我知道您是圣人，您的自我要求高，您也是精英，您的道德水平高，但您要接触那些思想觉悟低的人呢，您说是不是？又来了又来了。小杜啊，如果我们每个人呢、都能从自己做起，那这个社会疑难杂症就少多了。我常说呀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这样是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，那我们这社会一定进步。好了好了，废话少说，哎，郭思淼呢？把他找来，我们讨论一下这几周的疑难杂症。怎么样？刘医生好。开始进辅食了吧？嗯。啊。哎，刘教授啊，我都住进来三天了，哪天开呀、肠胃费好贵的嘞。哎呀，这个我还得掐指给你算一算。啊，这还要算命啊？得给你选一个良辰吉时啊。手术顺利了才能皆大欢喜啊。你这个手术比较大，我们一般是每周三四五做大手术，周二不做手术，周一是小手术，今天是周五，可能最快也得等到下周三了。要等那么久啊？前两天我进来正好遇见你们大手术，哎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开呀？你进来那两天我们做的手术都是上周住进来的病人刚轮上的，所以先来后到了。大姐啊，我可知道你为什么脑子里要长东西了，心急操心啊。脾气呢放平和一些，遇事不生气，百毒不侵，对吧？脾气这东西那是天生的，再说了，这钱是我花又不是你花，你蛮好让我开刀那天才进来的，我不是省了一个星期的住院费是吧？你能住进来啊就已经很走运了，你这一个星期住院费呢，在以前就叫做压砖头。供应荒的时期啊，每天一大早，大家排队去买肥肉啊，站队时候都得拿一块砖头放在那儿占位，你要不占，别人就占走了。你是我们老教授熟人介绍进来的，我们已经尽快安排了，耐心点吧。那就谢谢，谢谢刘教授。再给他做一个糖尿病排查，他那个是三个月以前做的了，还有。注意观察，监测血压，一定要稳定。对了，这个阿姨啊，从进来以后，她的血压就一直高低不平的，降压药一直用着，要不要后备一台手术？可以，继续观察吧。小家伙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今天看着情绪不高嘛？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来，叔叔看一看。哎呀，你这个头谁给你包的？医生哥哥包的。好漂亮啊，脑袋上像顶一个王冠一样。不行，我得给你拍张照留作纪念啊。来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哎，你的手术很成功啊，明天啊就可以下地先走一走了啊。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到学校，可以去上学，可以见到小朋友了。喜欢上学吗？我不喜欢上学。这样啊，那要不然过几天叔叔再给你开一刀，这样呢你就可以在这儿多住一些日子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。你看，比起开刀来上学还是算好啊。啊，他恢复的不错啊！明天可以让他下地走一走。哎，谢谢刘医生，太感谢了。开过刀以后跟正常孩子一样，不用特别的娇管他。好，好好休息。谢谢医生，再见。谢谢，拜拜。怎么样？今天好点没有？啊，好点，好点，好点。那头还是持续的疼吗？还一点，是吧？嗯，还一点。
那今天量过体温没有？早晨量过来。26.37度。嗯。再给他复查一个 CT。没问题。好，李姐，谢谢。嗯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还行吧。嗯，好些了。来，我来看一看啊。嗯，恢复得很好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啊。谢谢。下午给他拆线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刘医生，咱们下午拆线啊。明天给你手术，你家属来以后，让他到医生办来，要签字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老大到底是当爹的人啊，有两把刷子，模范老爸嘛。楠楠最近身体状况肯定不错，你看她的脸就知道了，她的脸就是楠楠身体状况的晴雨表，她脸色好，楠楠身体状况肯定好。笑了，我快乐。